他呆吗？继续玩本作吧，来玩这个土元素关。来到这里就见到中间这扇门被封锁着进不去，看起来我得先下去。那就来这里先装怪吧。哇，这大师如果有点烦啊，如果没跳起来在他阵地的话我就动弹不得，所以我现在过去把大师如果干掉。你别阵地了，我要把你干掉。 OK， 然后把独木棍引下来，但是我也吃了独木棍了，但这里身上损失的分数比之前多了。过来西奈，这次跟踪风的速度挺慢的，我就下来把它捅到。这刺猬也捅到，然后再去捅那个电球，捅到它让它瞬间消失。过来吧，去死吧，也就只剩下这些砖块了。消化这些砖块，沉水就出现了，带着它再离开这里，然后去另外一边的地方看看。这里是一个砖块和五个电球，来一个下一个，我还得到了蓝宝石，得到四百分。所以这两个地球碰的挺欢乐的嘛，但我让你欢乐不起来。感觉这里每一个场景都得先削完上面的砖块，再削下面的砖块。如果削下面的砖块的话，上面的就削不到了，削不到的话就卡关了，就只能重来了。这锤子龟呢，想办法靠近它，我就在下面靠近吧。OK， 它这锤子震不到我了，然后我准备炸了它菊花。这东不过一把引出来，然后逃，哎，没逃动了。于是洪水一出现，把他带走。离开这里，然后就要把这洪水机放在柱子上，再把沉水机放在柱子上，然后就去了另外两个水晶吧。这里有火星标准和火星灰，火星灰对自己没啥威胁，又有砖块挡着，但火星标准对自己就有威胁。因为它的回旋镖能穿墙，只不过只在上方，如果不在上方的话就很安全。但我还是要过去干掉它。这是跟踪复刻速度有点快耶，同归尽还行，我受伤他也受伤。好了，过来干掉回旋镖龟，再把这火球龟踩死。于是我现在我安全了，这里变得安静起来。把上面的砖块削完，再削下面的。然后黄水晶出现，带着他离开这里，因为只剩下一个水晶了，就最后一个水管里。看一下这里不用专门往砖块削的伸出去了，向下面或者先向上面都可以。哎呀，我被子弹射中受伤了，然后就掉坑里去了，损失了更多分数。赶紧把分数补回来。那这里有两个炮弹，他们不是炮弹，但是炮弹是发射的频率有点低，不能好好的刷分。这里我怎么过嘛？先削了才能过来。现在就只剩下炮弹和炮弹了，而炮弹干不掉，一直只能忍受他分数的炮弹，只剩这一块砖头了。下来就可以拿水晶了 ，yes， 拿这个绿水晶出去，然后把绿水晶放在柱子上，再把黄水晶放在柱子上，然后我就能进中间这扇门了。进来就像这种木头，没有怪物，还是留些砖块吧，好让我垫脚上去。踩这些木头不太好办。又是因为木头小，移动时候跳起来又会受到惯性影响。
了一颗心哎，加一让我加2000分，真好。这里虽然没有敌人，但是有被压扁的风险，被击扁的话是直接死。管理有多少分，这个真的很可怕。如果这些木头不会停靠在边缘就好了，还是离边有一格的距离，那就不容易被压扁了。在边缘的话，下到这里的砖块我就可以下去了，跑这个羊肠小道，后面的刺早上追赶我，它居然是格子移动的，看起来它的速度并没有我快，一下就拉出了这么长的距离。下来要让这个心有砖块组成的心，这虽然没有怪物，但是坑好大呀，首先把上面的砖块下完，就下面的就像这样，剩下这下面的砖块下完，然后坑就被填补了， boss 也出现了。这个 boss 形容让我想起方块机的赛车，这 boss 煮蛋的频率有点频繁哎，要是我也能发这么多蛋打 boss 就好了。给我下来，我捅死你，看见他会往左边下来，给我下来吧。好了，他下来了，然后疯狂捅，现在他肯定会从右边下来，所以我去右边。还是感觉一次捅不了多几下呀，现在他会往中间下来，所以准备好，准备好捅捅放你，现在他会往左边下来了，所以我得左边准备好，准备捅。哎，你这时候扔个毛锤子啊，捅死你，起来吧。然后他又会在中间下来，准备好，快捅捅捅捅捅捅捅死你！然后他又会在左边下来，又在左边准备好。哎呦，在这个时候扔锤子下来，这真不是时候啊！看起来 boss 很想防卫自己。啊，然后这 boss 就被干掉了，我也能拿着这个土了。于是土元素怪 pass， 现在就去玩火元素怪吧。火元素怪在岩浆场景，只不过这个岩浆是圆，而近处没有岩浆，因此没有对我造成致命的打击。然后这里突然就上起火来，我才发现这只红板你也干不掉，因为上面被石块挡住，只能忍受到它的土弹。然后我就下来了，这里有个什么呢？有个热源密室，但是我在第51期里路过了，所以我直接跳过，只有左手专业通道，直接来到最终区域。把这些砖块下完就出现 boss 吧。是的， boss 出现了。这个 boss 呢也是会出一堆蛋，而这里由于有火坑，一走很容易掉去受伤。这 boss 居然会发闪电，但是他发闪电不会落到地面上起火柱。这 boss 看起来爱动火坑哎，他肯定又会在第二个火坑里下下。
接着他下降的时候疯狂捅他，就这样啊，起来吧你。那等他往左边来吧，起来吧你。快给我下来，起来吧你。然后我就可以拿着火焰树了，没想到这个这么简单。然后就去把水元素关吧。一个在天上会看着流水，这红板栗子吐到频率很高哎，但还是不难躲。洗赖吧你！我现在对这一怪物就想让他们洗赖，洗赖就是死掉。把这里的抓个下，中间的云会下降，我也可以下去了。哇，这里是冰原吗？虽然有这么多红板栗子，但是这蛋还是挺好躲的。你看我一次都没受伤。现在就把最后一只红板栗子干掉吧。给我回来。OK， 于是我安全了。然后我又会下去了，来到这阴暗的山洞或者地底。在整个阴暗的这里，然后又去更深的地方，又要潜水，只不过这个水不冷，你只能撑更多时间，能撑个十分钟。又像土元素关那样，要解除四个结，就是要下完四处的砖块，才能让中间的门的封锁解除。十分钟应该够用吧？这里的水又不冷，我应该多待一会儿。啊，左边那扇门就消失了。这里的门看见比刚才要大了些。这里唯一的怪物是水母，啊，水母干不掉，只能躲。然后第二个已经解除了，也只剩下右边两个了，这个封印的颜色也变淡了些。这个场景看起来有点特殊哎，下面有个大坑，中间有一块小岩石。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会被水母挤扁，挤扁的话又是挤死，所以他非常小注意点。
这一扇门了，这里又是单屏场景，看来一是单屏场景，二三是多屏场景，极非单屏场景。封印解除了，葵花终于进去了。来些更多的砖块，这时候还在还处于潜水状态，因此又倒计时还没结束。哇，看见这个场景比二杀还要大，赶紧让我先把这些状况离开水里吧。砖块还有点多，不可能那么快消完。嗯，好了，剩下不多了。这阴砖其实有点烦人，不能直接舔水，只能横着捅。在水里不能向下或向下的。好了，我可以离开水里了，重新回陆地的感觉真好。这个有意思，然后重新挖明，这路上有宝石怪物，把这些怪物踩死，把宝石全部拿了，绿蓝红，然后就进入这水晶塔吧。我就站了在水晶塔，在水晶塔里给我抱点水晶就好了。就还有第二回合啊，这一回合上面出现了红板栗仔，由于被这水晶砖挡着，因此没法再去把它干掉，这就有点麻烦了呀，只能躲蛋了呀。不管怎样，你就是射不中我，你就是射不中我，你有本事射中我啊。我想说这红板栗仔真是浪费子弹，射这么多发都没射中我一下，把这张个下完 boss 就出现了，还要红板栗仔，之后他一定能射中我了，因为我要忙着打 boss， 不是 boss 射中我，就是红板栗仔射中我。给我过来，给我过来，我捅爆你！哇 ，boss， 你喷了菊花喷射器吗？速度这么快！为什么我有时候跳不起来呢？这个有点奇怪呀、啊。反正就是贫血打了。
我在左，在我在这 boss 玩左移的时候，我先上中的时候，我怎么不能连续击中啊？起来吧你！起来吧！起来吧！然后我就会拿着水过关了，就这样把水元素关通关了，也就只剩下风元素关了。是的，就是这四种元素：土、火、水、风。风元素关，这能感受到风吗？我能感受到，但就那么轻微。两个毒蜂，你们都给我滚下去吧！这里还会源生源源不断的毒，我也发现，从这个开始才源源不断的生成器，而前三个元素没有。那么我可以离开了，你爱生多少就生多少吧。哇，看来是真的跟风有关，这里在出风哎，只不过这风看起来有点微弱，却不怎么动我。这不带我跳上去啊，必须来个加速把跳上来。哇，这个入口好大呀，这是就内部了吗？在内部躲风吗？红白的你过来呀，起来吧。哇，能看到窗户，这个窗户好像有点大。我会跳窗吗？会从窗户跳上去吗？还真的要我跳窗？还行。现在我要搭乘这蓝飞船吗？我过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有个心，加2000分，然后掉坑直接回去。结果我还是损了1000分，还是大声了，咱非常走吧。似曾相识的设定。要飞往哪里去呢？飞上天吗？飞上太空吗？看看就知道了。飞上天了。然后把我放了出来，就来到这么一个地方，来到山上了。两只红白的仔，我要看看你们会浪费多少发子弹。居然没有浪费。哇，这里会源源不断生成红板栗仔啊！你来多少都是死的很，给我出来呀！给我掉个红宝石，掉了800分，不错。来到这里就是吹风了，反向吹风，不过风力感觉还是不是很大。这里又得注意点，不要平的压扁了。虽然平的不会靠边，但在砖块之间还可能会压扁。
我把这仗下完就没有那个风险。哇，好大一个宝石，那宝石圈啊，而且装块这么少，肯定要打 boss 了。东方哥，你给我下去吧，从这里顶了，刚刚他直接下去，左边那个也一样。下去吧 ，yes， 我下去了，把这装块下完 ，boss 就出现了。还是继续疯狂捅啊！这个 boss 会吐火球哎，不过这个火球跟其他那种火球看起来不太一样。给我下来呀！好了，你下来了，我捅爆你！最喜欢 boss 下来死横着移动了，这样我就能捅两下。哇，这 boss 还会瞬移了！好了 ，boss 下来了，痛，没捅到，因为我们击发那么远，我怎么来得及啊？这下来得及了，那 boss 再下一次，他肯定就要爆了。死来吧你 ！OK， 于是回来就是风骨弯了。就这样风元素块 pass。 那么这个世界就只剩下这个地方了，音乐宫殿。来看这音乐宫殿有些什么吧，其实就是科普用的。先讲讲格式，音频格式有很多种，真的非常多。Wave 格式就是无损的，而且我也常用，一般输出 Wave 就直接 扔到剪辑软件里用了，然后在剪辑软件里编辑。 Flag 就是要素库的无损，他说他要素吧，所以没要素多少，性质就像 PMP 和 PNG 的关系。 MP3 我个人认为只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在什么地方都能放，但他这就是他唯一的优点，其他我觉得都是缺点。不看了，还是去看别的地方吧，比如比特率。我现在我觉得128 kbps 的 MP3 都渣，真的明显接触拉稀的感觉。加的话会更明显，现在最明显了，32 kbps， 那就降不下去了。再见的话肯定会更糟，甚至听不出音频内容来了。你看这里吧，来听着采样率，目前4100赫兹的音频常用，有些专业级级别可能会用更高的，比如96000赫兹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在一些地方听不太出来，但实际上它的高频会被吃那些。再见的话，它的高频就更不明显了。刚才那5512赫兹的音频连鸟声都听不到了，那我去别的地方看吧。这里个打印室哎，但是打印不到，而且这玩意也是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不同的就是这里不会出现跳刷。还去图书馆吧，图书馆讲了 Super Breakout 系列的发布时间，这里讲了各地区的伤害力度。原来季节世界只有800点，而原世界有2400点，难怪不同了。这里还告诉8个成就，但我这个录像你不管这个，然后就可以播放 OST 了。这里面会用这里面存在本作所使用的所有自定义音乐，我就不听了吧。你看这里，那这里就可以直接通信了。音乐宫殿就这些东西了，你看这里吧，然后就去这里看看，4个元素全部收集齐，我又可以飞了。我这里放弃会到新的世界吧，
下个世纪会是什么呢？季节有了，元素有了，还会有什么？还会有这种关，但这种关我路过了，在第56期里。那本期的录像就到此结束吧，谢谢观赏。